那个好，照照啊，纸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，我妈妈对我真好，我妈妈在家就是好。真的，他真的欺负我，妈妈，你看着了，他刚才是这样子欺负我的，我在路边的时候，他这样子垫着把我推倒了。阿姨，你好好的说嘛，你这不要乱说嘛，好吧？你们要欺负我吗？一次嘛，欺负是的，那地方人啊，一么长不长，多年都可不行。真的没有欺负吗？对我妈妈说，对，我都被你骂的长都长不高了，是吧？你说他一次没欺负是什么原因啊？那你自己什么？去看姑娘。没有消停啊，那咋个去你今天哈、阿姨那个有什么好好的说嘛，好吧，那个天天嘛阿姨我欺负他们，阿姨我天天的欺负，阿姨我欺负也不给我煮饭、也不给我做饭，是啊，天天给我吃素的也不给我吃肉、那时候阿姨你就不要这么的跟你妈妈说嘛，好吧，你看这样子家醋家盐的，这我妈是看得出来我瘦了的，你看我妈都说我瘦了，我一直看在眼里，这个不是你一直在欺负你姐姐，阿姨天一帮兄弟帮阿姐，你那想你行为怎么行事是吧？为什么天天跟你的兄弟行为对？他天天跟着这个男的走，俺天天跟那阿姨们自己花花的知道是不？俺天天跟那阿姨在跟亲戚花花上的了。我没有欺负啊，我没有欺负。看你欺负我，你欺负我看到了。哎呀妈，你就不要再编了好不好？你怎么？那么嘛，你这就是工作。你看你在这里，他都欺负我。天天嘛，又欺负是不了？没有，这阿姨，你听我说嘛，阿姨。阿姨你不要冲动也不要生气好不好，你听我说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刚刚的话就是阿姨莫把他姐姐给推倒了，不是说你他说那样子的，他是故意这么说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去中心你要去了解，你不要就是这么的去说阿姨莫好不好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阿姨莫去说阿姨莫，不是的，我看到了吗？我明明看到了吗？这没有，这你看到什么了吗？你都没看到，阿姨莫说都说了吗？我阿姨我说我听到了，全部都说我了。那个要不阿姨这样子嘛，要不我带阿紫去外面打工去了嘛，去我公司打工去了嘛。哎，打工现在想都不想，想都不想了。那我那再见了，你没有说我欺负阿姨莫了，那我出去打工了，不行吗？不行不行，不去打工，哎，打工，你下手走。哎，阿紫姐，谁来了？这，快点快点，真坐。那个啊，兄弟，身体还好吗？好好，身体好。叔叔呢？快点，吃吧。你好吗？好不好？还好还好，我们也在想说回来找你说话的，让你眯在外面，就都没回来。是啊是啊。阿姐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坐下坐下。我说他阿叔什么？你们得了？没事，他阿叔什么？你们得了？早上早上。这阿川怎么来了？这？阿川天老公公的八点就有五日子了，去你的了。那你们下午的必须走啊！没事啊，这走走走走，阿凡什么走？你的一样，我知道阿姨回来了，我专门过来看她。昨天晚上走走走，阿凡阿凡没事没事，阿姨这照哪里都一样嘛。没事啊，照哪里都一样嘛，对吧？这没阿紫你坐嘛，没事坐坐。哎，都坐着嘛，哎呀，坐坐着好好聊一下嘛，这不阿川也来了嘛，我们就好好聊一下嘛，好吧？不你的，我先不你的，我先看阿凡坐的。你可懂吗？你出去多少钱？肯定都不肯定的怕。对，我在门外就听见你在、在说啥呀、我在说什么啊？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天天欺负我。谁欺负谁？我也问问你，谁欺负谁？我没有欺负你啊。哎，你在这搞笑嘞？哎，好。谁欺负谁呀、啊？就是你，他们欺负我呀。你好好的说嘛，对吧？就不要说欺负你什么的嘛。我知道的，他从自从读书完回来，我也不干，天天去外面玩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那个看错了，看错了，是不是？我没有欺负他行吗？你怎么老是说我欺负范一墨呢？他经常就跑出去玩。你天天嘛欺负范一墨喽，你答应我答应骂一墨嘛，啊怎么的？哎，这那个阿姨这样子嘛，那要不我带阿紫去我公司里面上班了嘛，好不好？那个你看，不好，你现在你们回来了的话，我早上班了，有事。你看这雅园还没完，不是还没完吗？不不了，马上，我凭什么挖？什么意思？不能挖，为什么要挖？那意思就是没啥，这新人来的就负责呢，啥干的我可是这个人。没有啊，这要不你歇歇天，还不能得过吧？那什么茶？哎，你要少睡一点，阿姨你少睡一点。大姑不行，少睡一点嘛。去大姑，他要是去大姑了，我们家那些玉米啊、土豆都没人搞了。你不能弄，阿紫。我做了很多事情了，我还小，我凭什么要弄？
不能帮家里做点活。那个，那安子，要不我怎么我们去外面聊一下？哎，不是，那个，不是阿姨，那个阿川他们两个是早就离婚了的，知道吧？这事情早就已经说好了的。哪个说你了？是他们两个已经没有关系了的，知道吧？你看错了，事情已经说好了的。不是的，你走了。不是阿姨，你快点走了，你快走走。哎，我昨天不要赶我走了吗？你不聊了吗？阿姨，你以后就不聊我自己走，我自己走好吧？我自己走，我自己走。我送烟伟哥嘛。没事，我自己走，阿子，没事。那个。不能去，好，我自己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走。好。阿伟哥。哎。我俩没事，你走了。你怎么？阿子，你要保重，照顾好自己。